题敢不敢穿着中式恐怖去速通密室救你做白喜图的那一套？我被打了，你负责呀！整呗，从哪就一个宠粉？对不起了，那个谁，我这粉故意的。老板，你这密室速通大概要多久啊？大概一个多小时吧。那么慢呢？我半小时就能通关游戏吗？啊，还半小时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们还要走剧情呢。我给你上一课。这地儿好啊，这中式的密室啊，我是不是在跟这块融为一体？哎呦，你别这样看着我自己了。天琪，你在哪？天琪，哇，这天琪，天琪，你吓我干嘛？你吓人没事啊？瞅你胆小的，快躲起来！ PC 又进了拜堂了。我的新郎呢？没带来吗？太对不起，下地方。哪呢？我准备钓鱼。你装备带的够齐全的呀。捡鞋，捡鞋，捡到我这的时候，你好坏，你真不是人。小胡又不复为道具。小哥，你怎么回事？妈妈，小哥染完气掉了，他待会肯定得来找咱，买不起来。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十个缸子问咋还十点？哎，你悠着点，你慢点啊！还有场怎么办？你自己也是文明，你小弟也是文明，我不行，我给你演呗。